早期，因为我们在秀场，我们也要自己想一些梗，嗯，比如说哦，像于天于大哥，哎、哦、不，哦，请你原谅我吧，心上人呐、啊，他唱歌就很有力啊。这是模仿谁？于天。哦，于天，好。部长，你看我们现在录多长了？时长47。我们录到47哦，你一定会觉得很神奇，为什么我们没有一直在 cue 你模仿这件事？哦，就是说我们其实看那么多哈，发现真实的你更特别，是我们喜欢的，所以我们没有特别一直 cue 你模仿的啊。我们所以你那个酒店玄女的那个想法。想法是有点综合，比如说我想到酱肉，然后还有讲电话啊什么什么的。我没有叫你模仿哦，我那时候就讲降落。但是姑丈最喜欢你的角色公生先生，我那时候还真的以为他是日本人。哎、欸，对对 对, 對，他模仿北京人的时候，我也以为他是啊，真的。对啊，大家都是一家人嘛。不是，我没有叫你模仿哦。哎呀，搞得受不了哎，拜托让我模仿。哎、欸，罗林、嗯，我相信阿汉应该没有那么紧张过、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看阿汉有去台哥的下班去吃饭哦，对，然后阿汉有提到啊，想说有没有仿纲脚本什么的。哎、欸欸，你们又来了，你们又是一样的状况哎，没有仿纲，我没有仿纲啊，我一直在等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什么时候有仿纲可以过来，可以准备一下，不让我准备。姑丈，所以你看阿汉他很敬业，敬业，为什么敬业？对，哎、欸，这个没有这个、欸，你很会带，我有发现，因为我也是紧张人，我很需要人，就是有一种对对对对对引导，哎、欸，我更需要人。真的吗？如果他消失，你会怎么？我都挂了，我自己没办法做啊。试试看五分钟。其实像我看你上那个上班不要看，哎、欸，20几分钟，嗯，哎、欸，好快，一下就没了、欸，哎。哦，那个下班去吃饭了、啊。哦，上班不要看。哎、欸，这个效果真的不是他一次得罪两个频道。下班，下班就不是他名字太像了，那傻傻分不清楚、欸。那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好了、嗯，那阿汉现在还会紧张吗？有好一点，有好一点。嗯，其实我也很紧张啊。真的吗？我看到你，我也紧张，我也不知道从何跟你聊起。那就从大三元开始。你们当时在3-4年前拍了一部过年的贺岁片嘛？嗯，来，鼓掌。当你第一眼见到阿汉的时候。哎、欸，没什么感觉啊！没有，给点面子啊！我期待我刚眼睛。因为我不是那种主动会去跟人家聊天那一种人，那他又更害羞，对，我很可怕，他又更害羞啊！我不会那时候觉得罗时丰好拽哦，有吗？讲真，讲真，讲真，讲真的，讲真的，不会，我希望他们离我远一点。没有没有，因为真的太紧张，我觉得那个 social 让我觉得很害怕，会有压力。你是有社恐症的还是？我觉得多少有哎、欸。有。阿汉是做什么起家的？来，阿汉，你是做什么？算是表演艺术里面的模仿，而且重点是他厉害，他不是模仿线上的人物哦，对，他是自创角色。对对对，他很厉害，就是模仿谁就像谁，而且还惟妙惟肖。嗯，早期因为我们在秀场，我们也要自己想一些梗，嗯，比如说哦，像于天于大哥，哎、哦、不。欸哦，请你原谅我吧，心上人呐、啊，他唱歌就很有力啊，丹田很大力，有没有？这是模仿谁？于天。哦，于天，好。但是搞不好很多观众朋友，年轻的也都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因为我很老派，老的我真的都知道。你也有老灵魂。我很老，很老，嗯，很老。我知道你啊。啊，真的好笑。没有。之前我也去看一些公司关于新住民的片，谁来晚餐那一类的、然后我就看到那会觉得、欸、其实真的有很多他们需要发声的机会、但还是主要是做开心的啦，但你带给大家开心，那问题你自己内心会有一些压力很大，就是很难突破啊，有时候难突破或是这个东西我自己都可能开始要腻了，然后就开始啊跟我的伙伴讨论说怎么办怎么办啊，然后就是要在镜头面前表现出很有自信的样子、对、而且一直要寻求很多的不同的创意出来、但你知道我最喜欢阿汉影片就是那种很莫名其妙的节奏，感觉这里明明要灌了要跳卡，没有，他就是看他慢慢在那里熟。那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光看他走路而已、那个细节你就觉得哦，即便没有讲话，因为我的导演会跟我讲说，你不要太用力，因为这反而是搞笑的精髓。你有时候太用力，让人家逼着哦，你赶快笑，你赶快笑，那个感觉其实不好。所以我干脆你就不要笑，关我屁事，这种感觉，这才是我觉得蛮重要的，就是要放轻松、很随便的态度，反而蛮好笑的。因为像你有时候讲错话，脑子怪怪的。
这样反而好笑，因为你反而就不震惊呢、啊。当你站在舞台上，你其实很需要观众的时候，我可以一直记得那个感觉。嗯，你很想让人家看到、欸，那我现在我之所以可以站在上面，是因为底下有很多观众他撑住我，那当然要好好的去做它，因为那个舞台很难得，嗯，很难得，很难得。这个就要珍惜了，爱惜羽毛。因为我来这里吓到是你们的团队都年纪很轻。啊哦、那不然你觉得咧平均大概都20岁？因为我刚才想象可能有孔将在那边伴奏。因为小时候我会看那种黄金夜总会、啊，或是那个飞哥那个节目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都是年轻人呐、啊，部长。而且阿汉今天会跟我们去走一家店，今天陪我们到底吗？对啊，因为我蛮了解，如果东西做的不好看，他一定要一直延伸。我理解那个，因为你给的时间不够，你就急着要走，那其实有点压力。你原本只给我们两个小时、欸，哎，没有吧。部长，你看我们现在录多长了？时长47，我们录到47哦。你一定会觉得很神奇，为什么我们没有一直在 cue 你模仿这件事？哦，就是说我们其实看那么多哈。哎，真实的你更特别，是我们喜欢的、哦，所以我们没有特别一直 cue 你模仿什么的、啊，我们刚没有 cue 啊。说真的，好像每一个节目如果邀请你，都希望你要去模仿，对啊，应该大家都会要求吧？哎呀，你可不可以模仿？真的，嗯，真的，嗯，对，欸、他自己弄的、啊欸，我们没有叫你哦，没有，我是想说、欸、做一个效果好不好，哎、那可以麻烦你今天都不要模仿，当然好啊，都可以不好。都是我们、哦、我朋友、哦、所以我们从这些模仿的角色里面我们看到你阿汉本身的本质，如果我们很尬聊我们就一直叫你模仿的啦，懂懂懂，其实我也懂耶、欸，到了乡下，又碰到一些阿伯啊什么，哎、嗯，我、欸、说唱一点歌来听嘞，然后你不唱好像是，就啊，你就很怪嘛。他们可能想要跟你攀谈、嗯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切入。嗯、就像我相信阿汉在路上可能有遇到一些比较热情的粉丝、嗯，应该也有这个状况、啊、我就照做哎、欸，你照做，因为不难，那、啊、我就会啊。除非太夸张，要我演很久、哦。你可不可以从上面降落？拜托，降落，降落，真的从800公尺跳下来，我都会就是满足他們。阿、哦、汉、啊、好随和、哦，你看还会回网友的这个，这个真的，因为我的片量也不多，所以也没有很累。其实一个月一两次，一两次。他哎、欸，他最长我记得好像有好几个月都没更新。对，五个月，对不对？对，就都没有东西，想说奇怪，他是玩完了。我那时候就低潮，就没梗，就不想拍。低潮，你要找人帮你高潮啊？高潮啊没用吧？我找两位来帮你高潮一下。来，到底几颗？看哪一个？好像什么酒店了。来，哎、欸，帅哥美女、欸，我看过他哎、欸，你看过他？他鼻子很漂亮。哇，你被称赞！他鼻子真的很漂亮。那你要换你称赞，换你称赞。你鼻子，你鼻子。很尴尬，我知道。刚我进来的时候，阿汉也是一直在看我，我就想说奇怪，我脸上是有东西还是什么？你哎，他怎么一直看着我？哦，我红了，是不是？谁认识你啊？有啦，他一直都有在我们节目入住啦、哦。对，所以是真的是亲戚，真的啦，我们就是这种家族企业啊。刚一进来的时候，阿安说：“哇，你们去哪里找那么多员工啊？”然后顾尚奎他说：“哦，家人会生一点就可以了。”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伙伴？就认识就是这一代导演，因为我有三个啊，这是第三个哦。对，我这两年的影片都他拍的，金钟奖也是他拍的。哇、哦啊、哇！现在整个的那个细腻度、丰富度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你意思是前几代导演不好？也不是。比较随性一点。对，现在有那么多人看到这些东西，我真的会觉得哇，真的是一步一步累积起来、嗯，所以其实蛮谢谢他的。对，所以你那个酒店玄女那个想法是有点综合，比如说我想到酱肉，然后还有讲电话啊什么什么的。我没有叫你模仿哦。我那时候就讲降落，但是姑丈最喜欢你的角色宫森先生。我那时候还真的以为他是日本人、欸，哦、对对 对，他模仿北京人的时候，我也以为他是啊，真的。对啊，大家都是一家人嘛。不是，我没有叫你模仿哦。哎呀，搞得受不了哎，拜托让我模仿。哇，难得有人叫我不要模仿，因为我们喜欢最真实的阿汉。